好，我哋介绍下我哋今日嘅音乐师傅先吓。我哋今日有咁好嘅音乐，好多谢我哋嘅音乐乐队拍和，有音乐领导冯建芳师傅，击乐领导范景康师傅，扬琴系赖红梅师傅，古筝系莫丽娟师傅，萨克斯风系吴海峰师傅，电院咧系郑抗忠师傅，琵琶系潘慧贤师傅，笛子系陈一凡师傅，而大提琴咧就系李永光师傅，仲有我哋有把手嘅系谭国光师傅、廖直球师傅同埋龙乐恩师傅。咁我哋仲要多谢咧高山剧场新翼演艺厅嘅工作人员，同埋我哋今晚粤曲演唱会嘅台前幕后好多嘅工作人员吓。我啊记得咧，我细个时候咧，妈咪同我讲过。門前無債主，家中無病人，咁咧就係最好噶啦。不可惜咧，今日咧呢一個主人翁咧就好慘啦，佢兩樣都有。屋企有個阿爸就病到死死地，等住配藥。出邊咧俾債主追到咧，就命都冇。咁又過年咯，咁點算咧嚇？咁卒之，你估佢要點啊？慘到要賣仔啊！以下一曲《狐兒賣仔》嚇，就由阿周其英小姐飾演呢個好凄慘嘅狐兒，而朱麗群小姐咧就演繹我哋個狐二嫂，即係阿大寶媽啦。我哋睇下阿狐二嫂肯唔肯賣個仔先嚇。有請掌聲，有請兩位狐兒賣仔。
中言声啊，哀歌这垂直那岁月茫茫，苦难啊。我数日奔波未赚过一分钱，马金龙派出一班鬼，到处不准芙蓉我胡言。此仇此恨，有一天要清算。哑口牙，此此。恨透马金马龙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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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此世令人逼到我无门，可存回家难难难难。难救老虎虽危，难知饥饿杀食夫妻相对。也无曾食过一餐饱饭，几年来受尽啊！我。
啊红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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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尽那退，两难啊啊啊啊可知我赤手空啊拳，正打算好而去便米前，等他生有望，心想迈而，但我未敢去不卖儿，难逃马家严王扎烟。不卖儿，怎依老父病厌儿？胡家老少难活明天啊啊啊啊想到此忍不住泪夺哭头啊哽咽想到此只有挖心吐干我宝儿呀
枝埋身契，骨肉痛分离呀、舍此别无法相。今晚夜有钱人家食团年饭，今晚夜我卖亲儿到年关呀、呀一见家门好比万箭穿心啊，哎，又觉得天旋地转，天旋地转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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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找工作，马金龙他赶住了我们了。马金龙，大宝爹，你到现在都没找到工作，哪有钱跟阿爹执药呢？钱啊，大宝妈，我们有钱啊。我们有钱啊。是啊，哎呀，我们真的有钱啊。好啦，有了他，顿使我心生安然。霎时间，气得我泪流满面。几天来，你未揾过一个铜钱，难为你在外边流尽血汗。等一等啦、啊！等一等，啊、大伯爹，你仲想买啲乜嘢啊？你仲想买乜嘢啊？睇佢起得热泪。点点啊！我痛得五内交战，一个心内与甜内，一个心更酸。民居穷人何收钱啊？啊！马金龙，你害得我骨肉不那团圆，可怜他还未至手中拎住是卖仔钱，大宝爹，哎呀，乜你喊啊？我冇喊
林，你睇下你啲眼泪啊！你到底出咗乜嘢事啊？咦，咁多钱嘅喺边度嚟噶？你唔好问啦，你睇到宝儿几眼白啦？吓，睇宝儿，你到底出咗乜嘢事啊？你讲啦！我将宝儿卖咗啦！吓，你讲乜嘢啊？我将大宝卖咗啦！契都打咗纸木，钱都收咗啦，你就俾我抱去啦。你唔卖得我个仔嘅。吓、大宝妈，你放手，你放手啊！哎，大宝妈，哎呀，大宝妈，哎呀，大宝妈，你醒醒，你醒醒啊！大宝妈。大宝妈，你醒下啦！大宝妈，宝儿，宝儿，哎呀，宝儿啊！你大宝爹，你太狠心啦！咁样做嘅咩？宝儿啊，大宝妈，我与你多年夫妇，你亦素知我品性刚健，谁愿将连心骨肉换取血泪钱？只为数日谋功，难如愿啊！遭头十日，旧无烟。虽则有众兄弟帮扶，无奈佢哋亦心长力短啊，又岂能长此以往，把兄弟牵连？恨杀马贼金龙，空又欠啊！佢停工啊，逼债，陷我心愿，逼得我走投无路，生机断，生机断，才有卖儿了结。那阎王欠马。不得的，大宝妈，如果唔系咁样做，
我哋全家怒笑，唔过得听日啦。你就当放宝儿一条生路啦。吓，我放宝儿一条生路。系咯。你唔好咁大声啊！吓，此事可急不可缓，爹爹醒来费周旋，不卖亲儿没。路行不卖亲儿，没路行啊！大宝妈，我哋走到绝路啦，你俾我抱去啦！你抱去啦！咁我去啦。